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oala， 欢迎来到三集的玩具推介。首先要讲的就是现在只要预订 Mini GT 2022年第一波推出的香港独家新年限定版 Nanmova D90 Pickup， 即送你 Mini GT 利是封一包十个，先到先得，送完即止啊。翻嚟预订部分啦，头文字 D 嘅 fans 要注意啦 ，Hobby Japan 1:64头文字 D Master RX 7 FD3S 预订开始咗啦，分别咧会有跟高桥启介嘅人偶，同埋跟高桥良介嘅人偶版本，再配搭埋山路场景咧，实在系非常之吸情啊！嚟紧下年一月就会到货，大家记得要把握机会啦。跟住咧就到 Time Mate 预订啦。首先有白色 Master RX 7 FD3S Master Speed A Spec 啦，然之后咧有单车连埋车顶架嘅红色 Datsun Bluebird 510，仲有86年澳门东望洋比赛冠军车 Waffle 240，跟住咧佢仲发同 Mini GT crossover 咗福特 Mustang Shelby GT 500，跟住仲有保时捷911 Turbo S。跟油罐的 Honda Integra Type R DC5 Mugen 冠军车，跟住有30的 Stereo Honda Integra Type R DC5 06年 Super Type Q 版本，跟住仲有88年澳门东望洋比赛30 Stereo， 他们全部都会在下年的第一季就会到货的啦。跟住现货部分啦，BM Creation 今期就最新翻咗两部嘅2016年 Toyota Hiace 4 Van 啦，分别系白色同埋银色嘅版本。跟住 Era Car 咧就翻咗三部嘅日产 MV 350，而其中一部咧仲要系跟咗人偶公仔嘅机电工程署车嚟噶。咁跟然后咧就到 Inno 624啦，佢今期咧就翻咗日产 Skyline GTR Alpha T4 Lismo 同埋 LBWK Auto Salon Set。跟住咧就到 Pico 啦，佢今期就翻咗06年嘅30 Lancer 老笋九代啦，而 Hobby Japan 咧就翻咗四个色嘅 Honda S2000 Type S 啦，跟住微影今期就翻咗丹尼士消防署救护车啦，跟住 Tomica 角落生物系列又再 Anchor 神奇照相机啦，然之后咧鬼灭之刃系列咧就翻咗好几个角色嘅公仔，分别咧有炭治郎啦、尼斗子、善日、义勇、蝴蝶忍同埋岩柱嘅，咁跟住然后咧 ，Plowell 系列咧就翻咗呢一个货柜列车啦。咁今集嘅玩具推介又嚟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星期再见啦，拜拜。